家好，今日我哋就去咗铜锣湾嘅皇冠假日酒店 staycation。咁通常上网 book 酒店都系两三点先 check in 嘅，咁我哋今次就喺 dayus.com 个 book， 咁就通常可以早啲 check in 都得嘅，即系可以朝早 check in 啊。我哋今次就 book 咗12点至6点，900蚊。咁 check in 嘅时间都系好 flexible 嘅，即系好似我哋今次系11点钟到啦。咁就酒店都肯提前俾我哋提早一个钟头 check in， 跟住就早一个钟头 check out 咯。本来6点 check out， 咁就褪到去5点嘅。呢间酒店就系位于铜锣湾嘅闹市，离时代广场都系5分钟路程啫。跟住有啲房间仲可以见到跑马地马场。酒店再提供自助早餐，6点半至10点半，都只不过系148蚊啫。厕所都系非常之大嘅，有浴缸同埋企缸。仲有个落地玻璃，可以一路冲凉一路睇电视都得。电视台方面都系好多嘅，所有啲有线体育啊、UFC 啊、F1 嗰啲直播全部都有晒。咁上面仲有一个露天泳池，我哋 staycation 都可以去嘅。咁而家就上去睇下。如果想知道更多抵玩嘅地方，请考虑订阅。那个泳池就在顶楼啦，隔篱仲有一个餐厅酒吧，有户外座位同埋室内座位。而家泳池系开到6点半嘅。由呢度望落去，可以见到时代广场对出嗰条马路。咁 Dayus 系相对其他上网订酒店就会平啲嘅。咁如果系唔想过夜嚟玩 staycation 嘅话，就非常之适合。有时仲会有啲好出名嘅5星酒店有优惠。